三凤啊，你这个傻丫头，给你娘、坐。你说你要是依了我，那大凤的位置还能不让别个坐了去、啊、哼，我们家三凤呢是大度，要是哪个敢欺负她的话，我赵大奶奶一定不会放过她的。哼，说你呢，哎，我说你呢，你装啥子嘛，你要是敢欺负我们家三凤，我赵大奶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大奶奶，您是八山凤的干妈，您替她说话可以。说到底，八山凤能跟着认祖，那是沾了我豆儿的光。你们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，还净戳人脸疼的说，你什么意思？笑掉了我的牙！你有啥子资格听感谢的话？伤风败俗的女人！若不是你，我们家三凤早就是大气的媳妇了。干娘，干娘，你先消消气，消消气嘛。这各寨的寨主都等着你呢，你这缺席也不太好吧？我这马上就好了，你先出去抽袋烟，歇息歇息。啥子女人，伤风败俗！哼！记住，要亲自去，不能再去联络你，说明那儿已经暴露。说什么呢，队长？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，我相信队长一定会安全回来。小陈，现在小分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就算只剩下一个人，都要保证把任务完成。明白。注意安全。让娘来听一听，真的呀，在毛毛的肚子里啊，有一只小母鸡，它在咕咕的叫着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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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小母鸡说了，毛毛，你要忍一忍，过一会儿就吃饭了。听懂小母鸡的话了吗？那毛毛能不能忍住啊？毛毛真乖，这孩子真招人喜欢。我看你挺吓人的，说一声。哎，你给那孩子拿点吃的吧，饿了。姐，那可是豆儿和姐夫的孩子。不管怎么说，孩子是我的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
你们俩就这样了，啊！父母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一定会很伤心的。 在这等娘好不好？乖乖的，不要走开。来，拿着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和大齐分开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我怀上了孩子，所以你一张口我就知道你是假的。你为什么冒充郝大齐？大齐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？ 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冒充大齐？この共産党員は頑固で、なかなか口を割りません。ちにゆえ、うちを捨てる。どういう意味でしょう。うちでただいで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。彼の心は開くようできない。我々の体なので。 弄着弄着都不落啥子了。弄着弄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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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弄着弄着
不可能死！我不相信大祭司。
你们干什么去？凭什么抓人去吧？啊，让人活不让人活的，你们！娘，你别哭了，我这有个饼，特意留给娘吃的。毛毛真乖，娘不哭啊。这个饼是谁给毛毛的？是。 山凤姑姑让幽妹姑姑做给我的。把山凤。老大，你来了。这大喜的日子，你哭什么呀？没有啊。郝大齐有什么问题？大齐，大齐他。大齐怎么了？ 大齐他没什么呀，没什么，你在这哭什么呀？我那是高兴的。你骗傻子了吧？云峰，你就别问了，这事你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嫂子，你是我从大集上捡回来的，要没有我郝云峰，你现在什么样自己很清楚。 做人不能过河就拆迁，我郝云峰能从火坑里把你救出来，也可以把你扔回去，知道吗？走，毛毛。哎，毛毛，你没事吧？腿疼不疼？来，都是娘不好，腿疼吗？来，起来。娘不好，对不起你。走，咱们走。 快把我爹娘放了！啊，对了，你跟你的父亲母亲也好久没见了吧？应该高兴才对呀。他们什么也不知道，为什么要抓他们？你该处置。快把我爹娘放了！不，他们怎么样，要取决于你的态度。用脑子想想，好好的想想。 你不是人！你想让你的父亲先死，还是想让你的母亲先死呢？畜生！子不孝，父之过，那就从你的父亲开始吧。跪下！你的父母养你不容易。 何必呢？爹！爹！中国有一句古诗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人。人行密密缝，一口迟迟归。”多么好听的诗！ 你走到今天的不归之路，有没有替你的父母想一想？嗯，下一个，等等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 少爷好，少爷您回来了，今儿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啊，这怎么心情不太好？这是谁欺负您了？您跟我说，我给您报仇去，少爷。你报仇，我少爷报仇。去，在，去，豆儿。
把你们家那个废物小崽子给我抓出来，关到你那儿，别让别人知道。 这么壮，嘿嘿，几个，像您这比猪头聪明的脑子，您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啊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少爷，少爷，毛毛，咱们以后和爹在一起好不好啊？好，我要和爹娘在一起。这样毛毛的病就能治好了，还能上学堂读书，好不好？好。 我终于成为你名正言顺的妻子了，我和毛毛的名字也可以写进族谱。你高兴吗？豆儿姐，认祖仪式就要开始了，他们让我来叫你。谢谢你，幽美。你能帮我照顾一下毛毛吗？我怕一会认祖仪式的时候，我没有功夫照顾他。 好吧，毛毛，去找你幺妹姑姑。我们一直有小分队在安南城侦查，具体找什么我不清楚，好像是有个基地什么的。我不喜欢撒谎的孩子。没有，我发誓，他的这个等级接触不到这么重要的机密。 线人跟马三桂接触密切，我平时主要任务就是传递情报，所以我你说话，没有。毛衣，一个人能活多久，要看他的价值有多大。好孩子，慢慢想想，不要着急回答我。对了，我被抓的那天，有个女的来过药铺。 来过几次，经常都是女扮男装。我能记得她的样子，但是她的身份和年龄不知道。这些情报远远不够啊！我还记得虎寨寨主郝大奇来过药铺，找过马掌柜。他去做什么？ 小马掌柜，つかまってこい。私はマ掌柜の話聞きたいから。わかりました。继续喝。嗯。找我呀？当然。有事。当然。有事说事。 我就不绕弯子了。豆儿知道你是个冒牌货，他还非要跟你拜堂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是啊，他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冒牌，不是认祖可都是你们逼的啊。这说什么话呢？他可是郝大奇的老婆。是啊，你跟郝大奇不还有婚约呢吗？好，你说的对，行了吧？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可是在我爹坟前许下誓言的。我说什么了？ 你说什么了？对，你看你都忘了，我哪记得呢？你跟我玩这一套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弄死你啊？哎哎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就要认祖了，耽误了可不算我的。行，我先跟你把这个祖认了，但是你要记住一点，窦儿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 都是假的。小二许久未归，马掌柜预感到事情不妙，他立刻在门上贴出了据点暴露的暗号。快点！
家族第33代孙郝大齐与大房陈氏认祖归宗仪式开始。 那你呢？乖乖坐在这儿等着姑姑，姑姑给你去拿点点心吃，好不好呀？好，真乖。一叩首，二叩首。 大奶奶，人命关天呐！啥子人命关天呢？小娃儿嘛，可能没事出去玩去了，是不是？派几个人出去找哈，我们把主人弄。大奶奶，是不是？我孩子丢了，我哪还有那心情去认祖去了？哎，等会儿，你不能走，这人主意是大事，是不是？再说很快就完了，完了我就让你走，好吗？哎呀，干娘，这别为难他了，咱们帮他找找孩子吧。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毛毛，耽误了你的大事，我就别说这个了，咱们赶紧找孩子，干娘你也帮忙找找吧。嗯。
二伯，你赶紧安排啊！事出意外，各位呢先回去休息，等孩子找到了，咱们再重新举行认祖，好吧？啊！各位乡亲们，大家都分头找一找孩子啊！放心吧，无大碍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哎，嫂子，彪子，我求求你，帮我去找找毛毛。行，你放心吧，毛毛是大西唯一骨血了，找不着他我也不活了。你躺着吧，啊，我去啊，躺着吧。云峰，妈妈，妈妈，毛毛他很好，别担心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孩子在我手上。你干嘛绑架我孩子？你还我毛毛！你还我孩子！你还我！你妈！闭嘴！再狠我掐死！想找回孩子很简单，答应我一件事就可以。你说，我答应。只要你把孩子还给我，别那么紧张。其实呢，非常简单。不管这个郝大奇是真的假的，一会儿你只要在所有的债主和族长面前一口咬定他就是假的，就可以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反正这件事我不着急，我可以等，但是孩子恐怕等不了。在我的地盘上，我弄死个人比碾死只蚂蚁还容易。你再考虑考虑。抓走了！哎，七宝，长江大少爷有重要事情宣布，各位父老回来了。你俩在这干嘛呢？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。是这样，旺旺看见歪七把毛毛给抓走了，你刚才也听见了，一定是郝云峰干的。他想用毛毛来威胁我，来揭穿我的身份。你看能不能这样？你帮我个忙，帮我去救毛毛，然后我好回去对付郝云峰。行，我去。我也正找他呢。你不介意帮豆儿啊？都什么时候还啰里吧嗦？先把孩子救出来，然后……那行，你跟旺旺去救毛毛。you
人都来了。来，魏子成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孩子丢了，大家在找孩子，你不知道啊？爹，又不是咱们家孩子，你着什么急？那个孩子丢不了，肯定能找到啊！刚才我去找豆儿嫂子的时候，听说了一件特别让我震惊的事儿。这件事关系到咱们郝家，甚至说莽山的未来，所以我才把大家找来。你这个孩子，啰里吧嗦的说啥子嘛？我们还要找我儿呢，我还着急上火要认祖呢。你也别着急，这件事跟认祖也有关系。把豆儿嫂子请出来啊！是是是，少爷。二嫂子，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那个云峰少爷，那你把这个，哎，把这个文具刚给他背过去。对的。你这我哪知道？要是你得问少爷去。不去，少爷说了，不让我离开这里。哎，你说你这么大块，你不扛，你不能让我小崽子扛吧？话跟大家说吗？说吧，别怕。冷云峰，别没屁咯楞嗓子，要没事我们大家散了啊。什么？你这个孩子，从小做事就不作别，我们还要找娃儿呢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
我不想找他麻烦了，是吗？我说，你快点说嘛！我说，郝大奇，他是他少爷，我把大刚子给举来了，我一直总拿着没泄气儿啊。谁让你过来的？我让你看的人呢？人？哎呀！我忘了，少爷。哎，嫂子，你说，他是谁？他不是。大西哥，大西哥，毛毛没丢，找着了，找着了。毛毛在哪儿？就在那边，就在。你给我闭嘴！接着说，他是谁？他不是郝大奇。他是。找到了。毛毛找到了。毛毛，毛毛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娘了！让娘看看有没有受伤啊！嫂子，你接着说呀！他不是郝大奇，他是谁？他不是郝大奇，他能是谁？你让我说他是谁？好了，我二爷找着了，皆大欢喜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都散了吧，散了，散了啊！大家都散了啊！大奇，哎，进屋认识走吧。走了。在这儿呢，臭马屁追我！哎，进伞用去啊！哎，谢谢啊！我俩得有轨道啊！把你挺住了。就一起闯，兄弟作伴，谁笑我太疯狂？
生若天派，像个小孩，不怕风雨也有大能耐。男儿气一概，一直都存在，活就活出人生精彩。要生就一起生，要闯就一起闯，兄弟作伴谁笑我太疯狂。人间为我争英雄。